小姐，你睇咗幾套咧？就是、李淑芹嘅戲啦，亦係李大師同一齊合作嘅戲啦。咁啊，到今日呢一套啦，咁啊，《金胎蝴蝶夢》啦，你對呢套戲有咩期盼咧？其實咧，我每一次咧睇啊李淑芹小姐同埋啊李居明大師一齊合作嘅戲咧，我都係充滿期待嘅。因為咧，每一個戲咧都會帶俾我哋好多人生嘅啟迪啦，同埋咧每一個戲咧，佢無論係燈光。布景包括咧演員嘅表演、服裝、音樂都會帶俾我哋完全唔一樣，係可以講不一樣嘅粵劇嘅感覺。咁特別咧就係、我好期待就每一個戲結束嘅時候都會帶俾我哋一種好震撼同埋咧好驚喜嘅一種嘅感覺。所以對於今晚嘅呢一個《金胎蝴蝶夢》彩排咧，我係充滿咗期待嘅。你喺過去睇李淑芹咁多嘅戲裏邊咧，就包括咗呢個《金蟬馬鞍亭》啦，包括李清照啦，咁到到今次呢個田秀呢個角色咧，你覺得李淑芹喺演技方面嚟講，佢最大嘅突破喺邊度咧？我覺得其實咧，隨住不斷嘅一個合作啦，同埋佢哋佛山粵劇院嘅對每一套戲精心嘅打造打磨咧，我感覺其實李淑芹佢喺表演方面係越嚟越精細，越嚟越成熟。而且他對於每一個角色的塑造都有他自己一個的理解和他自己一些很特別的一些演繹，比如李清照當中的一個清雅，而馬丹亭當中的一個痴情，而到了現在這個角色田氏，其實他是很有智慧、很聰明的一個女子來的。所以我覺得每一個角色也都是體驗到李淑芹他在粵劇表演方面的藝術。你對李居明所寫的劇本咧，睇咗幾套之後咧，你對李居明有咩提議可以令到佢嘅劇本可以更加進步啲咧？提議我就唔敢講啦，其實我會係對每一個李居明大師寫嘅戲都充滿咗熱切嘅期待。特別咧，我係好喜愛喺佢嘅戲當中去感悟到人生嘅一啲道理。比如每一個戲，可能佢帶俾我哋都會有一啲唔同嘅。是一些人生的啟迪的東西，特別我看《莊周蝴蝶夢》裏面，我其實我也都會有一些思考，其實人心裏面所想的一切可能就會影響到你對每一件事的判斷，你的每一件事的做法，包括就可能甚至乎因為由你的心去想出來的這一件事影響到你以後所走的人生的道路。所以我覺得有時看戲就好似有時睇戲我就覺得好似睇到人生嘅一啲經歷嘅一啲嘅過程，所以我覺得遊戲當中可以悟出更加多人生嘅道理喺度。这个剧本应该说是李居明先生的这个剧本我其实是第三个了。他的剧本呢每一个都不同。这回接到的这个金胎蝴蝶梦这个剧本呢，当时看了一遍以后啊，我就在琢磨这不太容易读懂，这是这个剧本的特点。为什么不容易读懂？我就在琢磨了。这里边他这个剧本的文学语言上呢，有很多语言不能够直接的表面的去理解它，它有很多象征性的语言，有些比喻性的语言，所以这个剧本呢，文学上的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就又反反复复看了以后呢，我觉得怎么在舞台上把它用一个通俗的方式，啊，而且非常好看的方式，好听的方式。让观众能够接受它。
和舞美啊、灯光啊和剧团啊商量了以后，就决定以现在这种方式，就是舞台上非常的古朴、非常的简洁，而且呢非常的高雅，用一种比较清雅的方式在舞台上来展示。解释开的话，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能把它落实下来，在很小的细节上都能把它落实下来。我呢这个呢就不做深入的解释了，这个留给李居明先生，他是大师，由他以后来跟你们慢慢来解释。这个哲学命题很复杂，而且他可以来指导你们对自己的人生的认识。这回用舞台灯光和常规的不一样，你们看到的我们前几个戏，一个李清照啊，一个牡丹亭啊，在灯光的运用上往往是高光位的，一般是常规光位，这回我们用了低光位的光，就是为了营造一种不正常。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庄周时期啊，这本身是不正常的，这是在古时候，这是一种大男子主义，对女性的一种不尊重，其实是。尽管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内也出现了有一种叛逆的一种精神，比方说把这个田夫人写成最后发抗了但是我觉得李居明先生这个剧本最好，好在哪儿呢？他不偏不倚，他是通过一个梦来解决了这个问题，既不大男子主义，也不女权主义。这是一种让我们思考的地方，就是这是这个剧本的特点。以前的剧本要么就是男权主义、女权主义，要么就是大男子主义，就比较极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剧本是一种中庸，一种平衡，也许就是这个到底是蝴蝶梦话还是王蝴蝶。田夫人这个人物和那个金氏牡丹亭中间的那个杜丽娘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人，那个杜丽娘是个大家闺秀，这个田夫人不是大家闺秀。我们看这个庄周在春秋时代也是一个学子，其实是一个
他住的家都是茅草房啊，所以我们尽可能追求他的一种朴实，而不是那种娇艳，不是，他是比较应该是朴实一点，比较内秀，追求这个东西。那个由那个梁耀安主演的那个庄周啊，包括他还演了那个楚王孙。我们要求他演庄周的时候，还是要有点幽默感，就庄周要有点幽默感，不要一讲到是一个哲学家或者怎么样，历史上大文人，就好一本正经，也不是。他能够是戏妻，就是说明他是一个俗人。哎，就还是要以一个平常人的方式来演绎的。那个冯刚毅啊，他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演员，他很活跃。那刚开始我看他的排练的时候，他很活跃的，也还有一个很有想象力。那么我就跟他提出要求，咱不管怎么样，历史上对这个人物还是有要求的。他毕竟还是个大哲学家，是个文化人。有些东西我们还是要控制一下，不能太破格。那彭志全我就更不说了，他保持他一贯的一个风格和传统，就是他收放自如，两个角色，他收放自如。我希望观众会喜欢。作為一個編劇人咧，係見到自己嘅作品咧能夠表現到出嚟咧，係好激動嘅。呢種係第一，因為編劇通常嚟講，通常俾人哋改曬啲嘢啦。咁啊，呢套戲可以話唔係改多，保留咗，並且加咗好多導演嘅功力咧，係令到個劇本做得更好。喺呢度不能不多謝咧李淑琴院長咧，如果冇佢嘅堅持咧，同埋冇佢對呢個劇本嗰種投入咧，係好難能夠達到咁嘅成績嘅。即係一定要有一個人佢對嗰個藝術有個要求，亦係要盧導演咧，佢又能夠將我嘅戲裏邊咧係需要加強嗰啲部分咧點樣加強。咁喺演員方面嚟講咧，安哥咧同埋阿細哥咧同埋阿彭哥哋咧，真係演得呢套戲好好。咁啊，令到坐前幕後，特別係整個佛山粵劇團咧，數十位嘅坐前幕後咧，咧佢哋投入咧係加起嚟成80多人。咁可以話即係一個粵劇啊，能夠做到咁樣嘅水平咧，能夠咁樣嘅投入，又排練咗咁多月，真係可以話係為我喺2014年咧係做咗一樣我畢生難忘嘅事情。寫到很多劇本，很多好戲，很多好的老官都幫我演很多好戲，一部比一部有特色，一部比一部好，很感恩這麼多個老官對我的垂愛。來到這部戲之後，我又要進入另一個新的階段，所以能夠將莊子的故事寫成戲劇，這個是我們文化界人的光榮，因為事實莊子的東西不容易寫，寫篇文章都不易，不要說做到戲，而又能夠將莊子的所有生平裏面的故事融合在一個戲裏面出現，這個亦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做到了。在這個戲裏面，希望觀眾提多些意見，亦希望多些觀眾是垂愛粵劇，垂愛這套電影，這套的粵劇。在這裡再一次多謝這個金胎蝴蝶夢台前幕後，由誕生到現在，是所有為這個戲奉獻他們的精力、他們的青春、他們的眼淚的所有支持我的朋友，多謝你們。我為這麼多位觀眾
多謝你哋，誰愛金胎蝴蝶夢，能夠使到金胎蝴蝶夢推去一個粵劇嘅高峰。